哎呀，堵车怕什么呀？你骆驼死了，高峰期也没事儿。我会选择一条非常通畅的路线。哎，锦星。 你有什么毛病？对不起，我只是想说，闪开！你今天气色很好，一个高富帅都没有。阿紫，你记住啊，今天有合适的往我这儿派。那其他人呢？往哪儿派？给我吧，给我吧。给他红包，他有耐心啊。你好，您办什么业务？啊？您办什么业务？我存钱。 给您一号，哎，带一下，哎。从什么时候起，世界不着边际？从什么时候起，身边只剩距离？从什么时候起？ 生活变成一串数字，具体到失去了意义。心在哪里？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变成一排机器，沿着那固定的轨迹迷失自己？我只是一只小小蚂蚁。 卑微的没人会在意，在城市人群里漂泊沉浮，等待阳光降临，出现奇迹。爱情是最后一根稻草，带我付出这一招，给我依靠，让我骄傲。 我要紧紧抓住幸福的记号。这个乘客很特殊，不付钱的老主顾，他是老天给我的礼物。 是我甜蜜的包袱。女儿的未来去何处？哪怕我全程的呵护。GPS 根本不靠谱。老爸心里最有数。无论是清晨或日暮，还是阴晴雨雪雾。 你老爸有过硬的技术，你是他的主心骨，人生就是充满分岔的路，要带着适应心灵的地图，走过起伏就会畅通无阻，终点也一定会幸福。 森林叔，阿紫，来了。今天怎么穿那么隆重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哦，哎，不好意思，来晚了。连体婴，眼光不错呀，介绍一下。还是我来介绍吧。这个是乔丽，我女朋友。这个是阿紫，我的发小。阿紫你好，森林经常给我提起你。阿紫，你先坐，一会儿跟你说啊。哎，坐下，哎，喝水。 哎，哥几个，实在不好意思，本来啊想早点安排大家吃个饭见一面，但是实在是没能抽出这个时间来。但是我保证啊，你们绝对是我爸妈见过之后第一个见到我女朋友的，这够意思了吧？
其实吧，我也说了，早就应该见见你们这帮哥们儿的，可是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见了朱叔叔、朱阿姨，还有好多亲戚呢。哎，你不也一样吗？带我见你爸、你妈，把我弄得跟大熊猫似的。哎，我们点菜吧。哦，阿紫，你想吃什么？别客气啊。行，阿紫看看，阿紫点。来，阿紫，看看吃点啥？来，哎，那我来点吧。你让阿紫看看。来，阿紫。哎，来个烤羊腿吧。嗯，最近上火，别吃羊腿了，吃点清淡的吧啊。好，松仁玉米，再来一个龙骨玉米汤。怎么都是玉米啊？你不是爱吃玉米吗？点个羊腿，阿仔爱吃。行，好，点个羊腿。男的帅气，女的靓丽，恩恩爱爱，非常般配。验收完毕，你们吃吧。哎，不是，哎，阿泽。阿紫，来，我们点菜，我们点菜。你站起来。阿紫，你闭嘴。你站起来。凭什么坐这儿？你凭什么是他女朋友？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他女朋友。你认识他多久了？你了解他吗？你还让我别客气？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别客气？你让开。这个位子本来就是应该我坐。不就是个位置吗？你坐那儿。亲爱的，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了吧？啊，我们接着点菜啊，接着点菜。森林，阿紫说的是女朋友的位置。怎么可能啊，亲爱的，我跟阿紫是发小，我从来没把她当成女孩过啊。你再说一遍。你不也一直把我当成哥们儿吗？注定了流浪，我们都一样，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项圈铃铛。爱情的课堂都不曾经常，还有什么资格旁观听讲？你是猫咪，我是小蚂蚁，全部没有照耀阳光的权利。你的世界可以躲进我的怀里，我却没了让你栖息的天地。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别问我。好，好，好，不问就不问。阿紫，谁啊？袁阿紫小姐在家吗？找你的，开门去。阿紫，请你嫁给我。现在的治安太差了，快回去！阿紫，我不是神经病，我飞越了4500英里，跨越了12个时区，为的是请你嫁给我。你再不走，再不走我可报警了！我是你初中同学，
我叫林丹。哪家中学？107中学。哪个班？你是 C967， 我是 C968。我们年级组长叫什么？年级组长叫马俊，你们班主任叫李小红，数学老师叫罗安娜。对上了吧？好，那你们对着我走。不过没关系，这次暑假一共有55天，现在已经过去了4天，还剩51天，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我，并且嫁给我。这可是我13年以来的夙愿，我终于修满了学分，攒够了机票，搞定了导师，打动了学校，就直接从实验室到你面前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准备了戒指、身份证，还有护照。现在是我配置最高、运行的最好的时候。阿紫，请你嫁给我。神经病！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回来，回来！阿紫，阿紫。你在 C967， 我在 C968， 不在一间教室，在一个屋檐底下。放学回家以后，你又走3个分叉，我远远跟在后面，看你的马尾巴。我飞了半个地球，打败了时差，带了一颗心，还有戒指和花。我等了13年，就等这个暑假，为了见到你，还学会弹吉他。誓言的气体会不会燃烧？脑海里竟然全是你的微笑。混合的液体还冒着气泡，空气里竟然全是你的味道。一切都顾不了，如何是好？攒够机票，搞定学校，再多一秒都等不到。在飞机走廊里向前奔跑，没什么大不了。你可知道，莫名其妙心急火燎，关心太大无法预料，撞上你扬起的可爱嘴角。我说了这么多话，你想起我吗？比起当初，我没有太多变化，心中的花和家从来没有偏差，肯定的愿望就是迎娶你回家。森林大笨猪，笨死了！我怎么就不像女人了？哪一点看起来我像男人？森林猪，笨猪，猪森林，猪森林，笨猪大笨猪，笨死了！哎，我今天看了星座运程哈。今天我的桃花指数是5颗星，你说这个怎么还没出现这高富帅啊？出现了又怎么样？你又不是白富美。我怎么不是白富美啊？你充其量就是一个白骨精。白骨精就白骨精，只要他出现，我绝不放过。什么声啊？你陪我看一眼，快快快，走。4、5、6，西米原地，2、2、3、4、5、6，西米好，人鱼，人鱼，下次原胯做3个，人鱼，人鱼非常棒，很好，再来一次，后退，后退，后退，定位，坐，坐，坐，下，太完美了，阿紫，
这才是真正的女人。请安静，你们这儿干嘛呢？请不要打搅我们上课。我们要学这个舞蹈是很神圣的，如果你们想学可以到前台去报名。同学们，我感到一股非常强大的小宇宙，非常完美，非常女人。报名。直立，挺胸，收腹，提臀，抬头，想象你是一只高贵的鸵鸟。深吸气，下蹲，起。再来一次，双手交叉，慢慢下蹲，脚跟踮起，交错，起。你找谁？我刚刚报过名，也是来上课的。那赶紧进来吧，我们都开始了。认识啊，新同学，你的腰链呢？腰带在裤头上。大家不要笑，在埃及，男士学肚皮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没什么好笑的。杨小妹，借一条你的腰链给这个新同学。没问题。好，我们来做一下全身。到底想干什么？我来和你一起去跳舞啊！当年没能和你一起上文科班，是我最大的遗憾。现在我们终于同班了。向上看去，让你的全身慢慢的放松，向后拉伸，向前，尽量让双手慢慢的贴在地面上，你干嘛学我？是，我有坐那么难看吗？轻的放在脚腕上。大哥，新来的同学，希望你们遵守课堂纪律。我们是用舞蹈来感受身心的愉悦，想象一下，我们是什么？高贵的鸟鸟，阿里鲁塔。我们请新来的同学来一次西米，好不好？谢谢大家，下课。谢谢老师。帅哥，帅哥，你是我们俱乐部第一个男生，你好帅呀！呦喂喂喂喂！哎，走，我请你去吃牛肉面，8块钱一碗，那么大一碗，好好吃的。改天啊。改天？哪天？改天。改天？嗯。哪天？阿紫。阿紫，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阿紫，跳了半天，体能消耗比较大，我们去吃点东西吧。阿紫，你跳的可真好。
去死！哦，别跑了，别跑了！你是校运会女子800米冠军，我跑不过你。你特务出身啊？什么特务啊？我那时候负责给广播站写稿子的。哼，运动白痴才会被分去写稿子。我不是被分去的，我是自告奋勇专程去为你的800米做解说的。杨妹儿，杨妹儿，咪咪来来来，嘿，他叫什么呢？幺妹儿，幺妹，连猫都不待见你，你到底想干嘛？我此行的终极目标呢，就是想让你嫁给我。你有病啊！你有药？你再去死！我真的是你初中同学，我还要和你的合影呢。你看，这个就是你。这也叫合影？为了和你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我围了整个田径场，跑了大半圈呢。你不是运动白痴吗？你追得上吗？追不上。那你怎么办？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往死里追。我说林丹，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好不容易回一次国，你就好好玩一玩吧，嗯。看来必须启动方案二了。你已经够二了，你还方案二？方案一是，你是单身，同时没有喜欢的人。方案二是你有喜欢的人，但仍然是单身。方案三是，你已经谈恋爱了。阿紫，我接一个重要的电话，你等我一下好吗 ？Hello， Hey Tommy， Yes， I got your email， Yeah。Yeah yeah yeah。Big boss is very satisfied with your review. Congratulations. Thanks.袁叔叔，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到时候啊，您一定要来参加。哎，阿紫，你回来了。听说你谈恋爱了。扔了也怪可惜的。等我订婚宴那天，把他带过来看看。订婚？啊，你看。我说你这回可不能耍脾气，说走就走了啊！我一定会来的。但是你要答应我，我没来之前你们不准开始。你放心，等你和叔叔都到了之后啊，我再开始。一言为定。我保证。老袁，你说她好看还是我好看？她差远了，哪比得上我的女儿啊？那你觉得我像个女人吗？那当然是女人啊，女儿女儿，不是女人，怎么当女儿啊？
有什么了不起？癫痫杆子，胸大有什么了不起？胸大无脑，屁股翘有什么了不起？屁股翘也挺好的。嗯。抬头挺胸，翘翘翘。你家怎么了？性质不对啊。西米，西米，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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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小林，哈哈，这谁呀？小林儿，小潘阿姨你好。啊什么姨啊？啊，都是姐妹，叫我小妹姐。小妹姐。嗯。哎，你等会儿，你是不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哦，你说我这衣服呀，这是今年 Halloween， 就是万圣节，我在学校参加变装舞会的装备。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嗯。你学什么专业？是不是金融啊？化学。你认不认识什么学金融的？除了实验室的，我都不认识。奇葩。阿紫，我给你带了点心。哇塞，蛋糕好可爱啊！阿紫，如果是我的话，我都舍不得吃。漂亮啊，太漂亮了！哎，小妹姐，阿紫，你看我这个斗篷还能够当腰带呢。你看，阿紫，看，嘿嘿嘿嘿嘿。阿紫，昨天说我回国一趟不容易，让我好好玩玩，对吗？我认真的考虑了你的建议。你终于想通了。很明显，这个建议表明，你已经开始关心我了。这是继你接受我玫瑰花之后第二个重要的进步。你再该去死！嗯。阿紫，目前我的方案二还有一点疑惑。想请你帮我解答一下，行吗 ？A， 你喜欢的人他喜欢你吗 ？B， 如果喜欢，他比我喜欢你呢，还是没我喜欢你 ？C， 如果他不喜欢你，你是决定坚持呢，还是放弃？你也可以选择保持沉默。双手打开，我们边做胸部的西米，边走人鱼的步伐。好 ，Let's go， 1 2 3 4 5 6 7 8。好，放下来，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下课。谢谢老师。温老师，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变得更有女人味儿？面对自己，仔细端详自己。我的手势到哪儿，你的身体就跟到哪儿。Shoulder, chest, left, right, left, right， 把衣服撩起来。啊，不用了。Follow me. Chest. Left, right, left, right. Your 动作很僵硬，在于你的不自信。每天对着镜子好好练习。你的手腰肩胯臀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是他们的女神，他们必须听你的指挥。你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pretty woman， 你要相信自己，这样的女性魅力才会由内而外的释放出来。你是不准备放弃了对吧？从不。随便。那你能回答我之前提出来的问题吗？无可奉告。那你能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谁吗？获取对方姓名失败。阿紫，
哎，阿紫，你看，哎，别走，别走，你看，你看，那你爸，看见没？哎，坏了，没坏，我关的。不是你凭什么给我们关了啊？这个地方属于商场用地，不能让你们随便跳舞。我们这跳好几个月了，是不是？对、啊，都跳好几个月了啊！那就证明你们违规使用了好几个月了。我们这儿锻炼身体，那是陶冶情操，对不对？对啊、情操可以陶冶，但不能在这儿。我们商场啊，走的是高端消费路线啊，奢侈品，明白吗？就你们在那跟我们的格调相差也太远了，那客人都让你们给吓跑了。我们跳的是民族舞，对不对？对、啊。哎呀，民族舞，民族六都不好使啊！公共场合要注意影响。公共场合不是？你一会儿说是公共场合，一会儿说是商业用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呀、啊，叔叔，哪儿来的小毛孩子？这鼻涕都没擦干净呢！那起开，起开！你出示一下你的证件。啊，对，出示一下证件。证件，拿证件。什么证件呢？你的工作证件。不是，我工作证件凭什么给你们看呢？那我们凭什么要走？这里是公共用地，市民都可以使用。拜拜。那你们就出示一张证明，证明这旮瘩就是公共用地，我让你们跳，好不好？要不然我见一次我关一次，我见一次我关一次。那你也出示一张证明，证明这里是商业用地。对对。你小毛孩，你干嘛的呀？你少管闲事儿。阿紫，你一没证明，二没证件，你才少管闲事儿，对不对？经理，经理，他们不相信我说的，他们人多呀，我请求撤退。这点事儿都办不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现在不能滚了，我只能跑了。跳舞让我开心，跳舞让我年轻，爱跳舞的一起来，不用等谁邀请。这个傻子不傻，不是骡子是马，给他一个机会，看他变出什么戏法。他是妇女之友，他的脑袋秀逗，出生就在精神病院上的户口。他是天然奇葩，他是神经太逗，他从火星出发，就在刚刚到达地球。阿姨阿姨阿姨，不用动词打理，完美实在造价不足，承受不起。阿姨阿姨阿姨，我不是小玩意，小心把我跌到地上摔出液体。这个傻子不傻，不是骡子是马，给他一个机会，看他变出什么戏法。这个傻子装傻，其实很有办法，一看他的样子就像年上几下。跳让我开心，跳让我练习。提臀挺胸万人迷，提臀挺胸万人迷。喝酒是没有酒量没戏。叔叔，你舞跳的真棒。当然了，我跟你说，这点酒对老袁啊，一股酒气。哎，李林蛋啊，要走了，给你打个招呼。你怎么能把我爸喝成这样呢？乙醇含量56%的酒，我可一口没比叔叔少喝。赶紧跟我回家。对，力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对对。明天上课见，我走了，让走。回家。我不送了，慢点走。我真不送了，拜拜，拜拜，我不送他了。阿紫，我昨天喝多了，没有做什么不可理喻的事儿吧？比你没喝酒的时候做的少点儿。那就好。
阿紫，你爸好像还挺喜欢我的。这说明我已经打入你们家内部核心了。你要再敢把我爸喝成这样，你就再去死！阿紫这次让我去死的时候是笑着说的，和以往有了质的飞跃。完毕。幺妹还能接受我？切，哎，吃人的嘴短呗。幺妹，喜欢吃吗？喜欢吃，我天天给你做啊。林丹，其实我特别想不通，你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喜欢你已经是一种习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经常会想你。比如说，今天天气好了，我会想你。实验成功了，我会想你。实验失败了，我也会想你。论文发表了，我会想你。论文写不出来，我还是会想你。其实，我对你的印象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们也没有说过话，也没打过交道。说过的是初二那年。对不起，我瞎呀，聋，哟，还弄一耳机，靠，听还听鸟语 ，sorry， 外国呀 ，sorry 啊，我也 sorry 了，啊，哎，我惨了啊，谁？你干嘛呢？你管着吗？那个，老子不打女人，走。你没事吧？给。从那个时候起，起了化学反应，从那个时候起，变了物理属性，从那个时候起，校园中充满了惊喜，分数都失去了意义，身不由己。从那个时候起，乱了思维逻辑，从那个时候起，杀了神经兮兮，从那个时候起，
找不到词语形容你，用一大串的排比放在心底。我只是一枚理科宅男，又不是名侦探柯南。你的心没有公式推理，不逼格的半盒才想容易。爱情是最后一根稻草，支撑着梦不会跌倒。使用动机是催化剂，让你和我的方程恒定成立。爱情是最后一根稻草，写满你的原初符号。是 CPU 是解码器。我不想吓着你，但确实你是我这些年所有行动的动力，你明白吗？我明白。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是对你喜欢的那个人吗？嗯。林丹，其实你是个好人。别往下说了，所有的恋爱宝典都显示这句话不是什么好兆头。哎，你明天有空吗？要不陪我去买衣服吧。你是在约我吗？是啊，你可别想多了啊。看你人还不错，我想说咱们可以做一哥们儿。哥们儿就哥们儿，哥们儿也是范二侠一次巨大的成功。哎，我走了。明天见啊！阿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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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有一个，我们再去那边看看，走走走。小妹姐，小刘，哎，你怎么也来了？哦，你们，我们是来买衣服的。小刘，不错啊，啊，速度够快的嘛，你们。小妹姐，啊，请问你这附近哪有卖肚皮舞服装的？这事儿我可是专家，跟我走 ，Let's it go。旋转一个舞步，无论哪个角度，镜子都给了一个完美答复。不按规定套路，再大一点尺度，这一次表演我的自选曲目。听好听好，美的叫人不敢侧目。酒啊，太过热火，太过露骨。我看你怕被人抢走公主。忘了我的演出，心跳不能止住，呼吸都随着你的曲线起伏。我就像哥伦布，又发现新的大陆，每一个动作都是恰到好处。听好听好，黑色更加端庄复古。Go back， 像上世纪的女巫。我看你怕自己快 hold 不住。头挺胸，像只高傲的鸵鸟。剪辑是为你量身做的衣服。完美一出招，绽放美丽，让她倾倒。所有女人都会嫉妒。神魂颠倒，她正在朝我微笑。剪辑是为你量身做的衣服。她是毒药，注定我结束难逃。所有女人都会嫉妒。
的真心引发了一串又像反应，越来越近，我们的距离当会从光年变成黎明。我哎，小妹姐。那个，我想借今天上课的机会向阿紫表白，或者是求婚。好感人呐，老套。那个，反正想请大家帮帮忙。没问题，呆子，你不要自取其辱啊！你以为当着我们这么多人，阿紫就不敢拒绝你啊？确实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实验的目的也不单单是为了成功。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哈，我们帮忙吧，赶紧的，来来来来帮帮忙，看这有横幅。注意了注意了，新鲜宅男出炉啦！噔噔，怎么回事？哎，这事儿没提前跟他打招呼啊？温老师，今天是小林的大喜日子，他一会儿跟阿紫求婚，我们帮他布置一下。他们俩你知道的，谈恋爱吗？温老师，都是我的错，要怪您怪我一个人吧。小林今天还是挺帅的嘛。谢谢温老师。一会儿女主角就该来了，赶紧准备吧。阿紫，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实验室到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无聊，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能量源，那就是你。你让我相信生活的美好，有些感情是纯粹不含杂质的，我想和你在一起。世界上最后一个情种。阿紫，请你。这样，同学们，我们把这里留给林旦，我们去隔壁的教室上课好不好？加油！加油！西米，女神啊，你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相信自己哦。林旦和佳姐。
你们上课去吧，我自己等。谁稀罕你啊？我是怕你吓着阿紫。阿紫一来，我就躲起来。哎，阿姨，哎，你们来了，叔叔快坐，先坐啊，先忙吧啊，好。森林，客人们都已经到了，我们该开始了吧？再等一下吧，我答应过，等他到了再开始。这都几点了？再等等。阿紫，你要说进去，咱立马进去；你要说回去，老袁马上带你回去。你得拿个主意，已经迟到半个多小时了。我想好了。阿紫，别为难自己。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乔丽的订婚宴。我和乔丽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两个很快就认定了对方。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我们两个最亲的人。今天我们俩郑重地向大家宣布，我和乔丽正式订婚。你知道，我也是女人。阿紫，没想到你跳得那么好。那你学我吧。啊？今天是朱森林订婚的日子，可惜他的戒指不是为我准备的。在座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你们心里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要是森林结婚的话，对象应该是袁阿紫，对不对？森林，你一定要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就算是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是选我还是他？阿紫，你捣什么乱啊？别胡闹了好不好？20年的感情和两个月，你自己选嘛。这种事和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小妹妹，你也太不懂事了。森林，森林，各位。森林有这样一个爱他的妹妹，是森林的福气。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阿紫当做一家人的。阿紫，你别胡闹了，别孩子气。森林，你告诉大家，你把阿紫当妹妹看啊。森林猪，我喜欢你。各位，
这其实是阿紫带给我们订婚宴的一个惊喜。她之前说过，这是一个恶作剧。来，大家给她的表演来点掌声吧。来，电话也不接，阿紫去哪儿了呀？你们回家吧。呆子，这个结果确实跟我猜测的不一样。别泄气啊，起码结果这也不叫失败。谢谢你们，我太乐观了，没有充分估计各种可能性。今天只是阿紫没有来上课而已啊！你泄什么气呀？啊，大不了我们再布置一次不就得了吗？啊，你再求一次婚不就行了吗？呆子，这些话呢，我只说一次，你记住了。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你很真诚，这点连猪都能看出来。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一个女人是不可能跟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谈恋爱的，你明白吗？嗯。小玲，我支持你啊，你一定会追到阿紫的，加油。西米，西米，西米，西米。阿紫，阿紫，你去哪了？今天怎么没来上课？我一直在等你，大家也都在等你。林丹，我们是哥们吗？我希望是，也希望不是。我把你当哥们儿。哦。以后我再也不会去跳舞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跳得这么好，别放弃啊，小妹姐今天。阿紫，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学肚皮舞吗？我是想跳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希望他把我当成女人看，希望他不要结婚，希望他会选我。可是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林丹，你不要对我那么好。现实和记忆是不一样的。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又无聊又没有女人味，没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我没有觉得你无聊，你跳舞的时候就是很好。别再对我太好了，我们只是哥们儿。
只是哥们儿。哥们儿。我们的全部也许只换回善意的安抚，为了来不及参与的幸福去假装满足，谁不是哭了以后才有了疗伤的天赋，同样的感触，不同的是我们换了角度。没有了爱情别闭上眼睛忘了憧憬，等不到山顶也能看风景，坠落的流星也曾有过灿烂的旅行，奔跑这一路又何必再计较输赢，又何必再叫输赢。我们的追逐也许只换回礼貌的祝福，阿子继续跳舞别放弃，为了求不来的呵护忽略了谁的在乎，谁不是哭了以后才有了疗伤的天赋，同样的感触，不同的是我们换了角度。没有了爱情别闭上眼睛忘了憧憬，等不到山顶也能看风景，坠落的流星也曾有过灿烂的旅行，跑完这一路又何必再计较输赢，至少我们都曾经尝试过不留遗憾，未曾退缩，没后悔有什么，没做没说。你对阿紫做了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阿紫她很喜欢你，对于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你怎么忍心伤害她？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她，我只是没有接受她的感情罢了。不管你接受他还是拒绝，你都不应该让他丧失信心，不应该让他怀疑自己。你不珍惜他，应该让他珍惜他自己。嗯，我知道了，我会珍惜他的。那好，你要让阿紫开心，让他相信自己，让他每天过得都很好。如果你敢伤害他，我第一个不答应。你有什么立场不答应啊？我是阿紫他哥们儿，阿紫认可的，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不允许你再伤害阿紫。我知道了，
记得你说过的，珍惜阿紫。我知道我说过什么。哎，傻子，门口在那边。谢谢。阿紫来过吗？她心情好吗？嗯，好。那你，哦，幺妹儿，你还能告诉我什么？嗯？阿紫，现在的你，我要重新认识了。你不是以前的袁阿紫了。对，我不是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去学肚皮舞。只想让你注意到我。让你改变的那个人不是我。其实，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把你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这可能让你误会了。阿紫，从今以后，我还是会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其实你对我的感觉，也有可能只是妹妹对哥哥的那种喜欢。真正的爱，是会让你和你爱的人都更加的美好。相信我，谁让你更美，谁才是最爱你的。对不起，对不起。小林，小梅姐，现在这么真心的男人去哪儿找？为什么我就碰不到？是你要求太高了吧？啊？以前觉得真心不能当卡刷，现在我有卡了，心就没了。是你真心没碰到，还是压根没放在眼里啊？啊，给我了。阿紫妈呀，
我老袁千里寄宿，答应你的事儿没办好啊，年轻人呐，太复杂，哪像咱们那会儿，太麻烦了他。阿紫啊，像我呀，脑袋缺根筋，可是我有你啊。阿紫要是有你就好了。阿紫妈呀，我对不起你。不要你管、我放开了，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吧，你可以打我骂我踢我干什么都可以，你出去跑不就是想发泄吗？我在这儿县城的出气包垃圾桶，你就不要往外跑了，不安全。你干嘛要这样林丹？你跟我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们是初中同学。那又怎么样？你一直在国外念你的博士硕士，你当然可以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因为你根本就不食人间烟火。我大四就出来工作了，我妈妈1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跟我爸，你根本就不明白森林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根本就不会明白自己喜欢的人把你当妹妹的那种痛苦。阿紫，你别哭了。我偏要哭，你不是说我随便怎样都可以吗？好，那你哭吧，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伤心。你知道什么是伤心吗？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只知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喜欢的人把我当哥们儿，这算一件伤心的事儿吧？2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对心爱的人弹吉他，第一次表白，第一次跳肚皮舞，但结果都失败了。这也算一件吧。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适用于我们两个人。阿紫，你可以不相信我，虽然这样我挺难受的，但是你千万不要不相信你自己。在我心中，你是最棒的袁阿紫。温老师说他有一堂特别的课要专门教给你，答应我，你一定要继续跳舞，让自己开心。
温老师，我好失败。那就活生生的跳下去，把心里所有不愉快的东西全发泄出来，从你的头发、眼睛到手指尖儿。林丹说的没错，舞蹈中的阿紫是最美的，可惜她要走了。林丹要回美国。你说一切从这里开始，我却觉得时间在静止，静物还都是老样子。阿紫，希望这封信没有被妖妹吃掉。你还记不记得你总要我去死？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只猫，有九条命，这样我就真的可以为你去死了，死多少遍也无所谓。我在恋爱方面是个菜鸟，虽然我集中读了几本恋爱宝典，现在看来临时抱佛脚是考不出好成绩的。我用我的方式追求你，打扰你了，很抱歉。可是我多希望你开心，你开心我就开心，正能量就是这样相互传递的。我很不愿意在你最伤心的时候离开，但即使我留下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我并不是你想见的那个人。这次努力失败了，我会好好的总结，作为我的第一个经验值积累起来。白晶晶跟我说过，女人不会和一个空降的神仙谈恋爱。我思考了很久，对于你来说，我是一个神仙吗？或者用你的话，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还记得我把你包扯坏的那次吗？那时我正在接受电话面试，我要回去工作了，我要从天上降下来，不再当个神仙。让我难以相信，只因我正是我，才让你坚定不移。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我一直在这等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只因我正是我，才突然难以相信。你留下吧。只因我真是我，才让我坚定不移。宣传世界变生动，跳跃都落了沉重，是你让我发丝飞扬，是你让我有了新的主张。旋转地球不间断，跳跃脉搏的节拍，是你抛开了怀疑，是你让我发现新的自己。离开地面修理天空钢筋，舞动身体获得爱的能力，眼睛之间藏着美的魔法，尽情挥洒，谁都不要害怕。离开地面修理天空钢筋，舞动身体获得爱的能力，眼睛之间藏着美的魔法，尽情挥洒，谁都不要害怕。曾经我不知所措，你应该充满神奇，你是我意料之外，我是你命中注定。曾经我不知所措，
青青早。早。我有两张电影票，想请您一起去看，不过是动画片。但是现在很多成年人都喜欢看动画片。我喜欢看动画片。睁开眼睛看天地，天地全是好风景，竖起耳朵听世界，世界一片好声音，向前前后向左右，前后左右放光明，张开快乐的翅膀，放飞灿烂的心情，沐浴每一寸阳光，品尝每一种味道，心情的色彩像彩虹般绚烂，释放每一个细胞，带动心灵的舞蹈，歌唱召唤着美好，把我围绕。以前我是只小小蚂蚁，现在我是只小小鸟，万里长风。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有个消息要宣布，我宣布袁阿子同学代表我们俱乐部去参加下个礼拜举办的世界肚皮舞国际大赛。选手袁阿子，按规定套路，再大一点尺度，这一次表演我
选曲目。听好听好，美的叫人不敢侧目。听了，太过热火，太过露骨。我看你怕被人抢走公主。越来越近，我们的距离，当会冲破了。